飞车世界最为盛大的赛事之一，亚洲杯比赛将在海滨之眼的场馆中盛大开启。气派的场馆大门迎候着每一位雄心勃勃的车手，他们将在这里开启自己的征途。出入场馆，我们看到了两度捧冠的云海。2019年亚洲杯，云海一路高歌挺进决赛，拿下亚洲之翼。2020年亚洲杯，云海经历败者组浴火重生，再度捧冠。穿越直角长廊，我们来到了赛车修理车间。亚洲杯的车手们曾驾驶着它们在赛道上创造奇迹。看，前方是云海夺冠的大屏，他用行动告诉无数车手们，竞速永无止境。远处传来了熟悉的欢呼声，是云海宁青和小玉，他们在为赛道上驰骋的车手们加油打气。在场馆的出口，我们看到了亚洲杯的冠军奖杯，这是属于亚洲车神的荣誉。在北地的雪山，一场盛大的野外拉力决战将在这里拉开帷幕。沿着冰雪大道，我们看到了小玉的灯牌。室外的赛道两旁还有很多小玉的灯牌。进入室内，我们远远就看到了云海和宁青，那是他们在亚洲杯赛场上的决战时刻。飞越皑皑雪山来到终点，这是车手们梦想中的亚洲杯舞台。只有最强的赛车手才能捧起这象征着荣耀的亚洲之翼。你们三个一起找云海，找云海，对，一起找云海。找云海还不记得啊？真假的？你们看谁先找到啊？看谁先找到啊？怎么这还要比谁？找到了，找到了啊？找到了，在哪？不是，你们别跑这么快！找到了，在哪？这里，哎，找到了，这里，看到了。但是宁青，哎，在这里，找到了。宁青第一个，小玉第二个，云海第三个。除了宁青以外，你俩都要受惩罚。为什么？宁青在哪里啊？不是，等等，不是这里吗？不是这里吗？不是这个，那我知道。哎，这个哦，是不是终点前？因为咱们肯定按先后顺序来的。宁青的视角，他第一个就看到那个，在起步没多远的时候就看到那个云海了。那我要回去了，别说了，我要回去了。你怎么办？你知道在哪吗？那我肯定知道在哪呀、啊。感谢恭喜十秒钟吧，我骗你的，我刚才也没找到。一分钟吧，因为别搞啊，跑到那儿都得半天，一分钟好吧，一分钟来。我感觉我真的知道，哇，跟着我就行了，快跑，直接带干扰，怎么说？一分钟时间，对，宁静可以干扰啊。这怎么干扰啊？你可以去撞他们呀，让他们到不了那个地方呀。到不了的地方，说明还是挺远的。找到了。找到了。在哪？找到了。你看是不是？找到了。牛逼。对，找到了。你挡没用了，找着了。50秒。海子哥那边40多秒就找到了。我找到了。我不做大哥好多年，我不爱冰冷的床沿，不要逼我想念，不要逼我流泪，怎么我会翻脸。来，接差不多好吧，就三两句。我不做大哥好多年，我不爱冰冷的床沿，不要逼我想念，不要逼我流泪，我会翻脸。童年就八岁，多欢趣，见到狗仔起誓醉，爷爷话我脆，兄弟几句买包花生卜卜脆，跳下飞机街边玩下水，爷仲教我讲你一句，又就应该咁招罪，仲教我讲你一句，又就应该咁招罪。哎，行了，就这一段了，行不行？可以啊，来吧，玉总。
该你了。看了呀。啊，那你把东方叫过来，你亲他一口吧，好吧，亲脸就行。啊，别啊。极度嫌弃。过分了啊，过分了啊。我冲直播间了。那你唱个奇迹在线行吗？奇迹在线。行啊，那一人一段来。我也觉得。来。去吧。竭尽全力，我会来到你身边。呜啦啦啦，高歌一曲。魔怔了，魔怔了。好了，好了。好，卡。好，来。好。青爷接，接上，接上。小鱼唱什么歌都好深情啊。就像阳光穿过来。等一下。那是刚开始。哈哈哈哈哈！为什么接下来他也是这样的？小玉把一段唱完了，他给我唱完了是吧？哎，比赛啊，抢四啊，你们别忘了。哎，我怎么抬头喷了？哇，完了，一管气没了。抬头喷，这个车视觉效果拉满。哎，我怎么又掉了？哇，好。好难过，都掉了，你们三个都掉了。嗯，这么快？哎，哎，我想点刹车，他给我抬头喷。哎，这你还敢双弹射？哇，这个也太细了吧！哎，啊啊啊！就我一个老残。哎，难道说？难道说？哎，再调一下，再调一下。第二跟第三是不是一样的？没有啊，第二能选图啊。哦，那选图我选啥不一样嘛？我都不会啊。不要搞了。我练一下吧。千金难买早知道啊！哇，这个手速这么屌！你不得不看看我，还是？我看，你这太远了，看你就没事没事，欣赏。我现在连路都不知道怎么走。看风景。你让我看你，你这操作。我选再来一把雪山之巅。哎，不，就这还可以，已经了解他的水平了。好，空放氮气吗？哎，给我点机会行不行？哎，喂，这都行？哎，我什么？哎呦，你真，你去救我为什么不平摊啊？凯子哥，你现在就自身难保，别卡谁了。哎，你干嘛又卡我呀？我也被卡了，怎么了？没事，你这一卡已经我们两个都要惩罚了，我很开心。我跟那想到了，那其实四把之前就可以结束的呀。啊，没放出单机，没了。哇。宁青这么秀，我奖励你一个才艺展示吧。哎呀，我谢谢你们。谢谢你。哎。哦，海子。哎，你别失误呀，又要卡位。我尽力了，我走。哎哎。牛逼。哎，你们两个什么鬼啊？漂亮漂亮漂亮。啊，这波短弹，这都能放出去，什么手速啊？哎呀，厉害了！不是，我这个为什么同去单车跑得比我 A 车还快啊？对对对。